零零后为啥难管？零零后为啥敢怼向职场的不良风气？零零后真的成为了整顿职场的重灾侠了吗？那我们又该怎样看待初入职场的零零后呢？Hello， 大家好啊，这里是罗行实验室。今天呢，这期节目呢，我们来聊聊近期啊被广泛讨论的零零后整顿职场这一话题。那从今年夏天开始啊，第一批零零后将正式从大学毕业了，就此迈入职场。和80、90一代不同的是呢，零零后还未登上人生大舞台，职场上便早已流传着他们的传说。零零后整顿职场，零零后硬怼老板，零零后不加班不团建等话题更是轮番的冲上了热搜啊。反内卷、不加班、重财侠等等等等等等，这些标签呢，逐渐成为了零零后职场人的印记。有些人认为，成长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时代里的零零后，他们作为中国最幸福的一代，选择躺平，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家里有底气。那也确实呢，相较于过着苦日子长大的70后，以及一毕业就面临着房价高涨压力的80后，还有啊面临着互联网红利诱惑的90后，当下的00后职场人压力的确是更少了些。那但其实从数据上来看呢，00后也并非是外界认为的摆烂和躺平一族。根据五八同城赶集职招发布的2022年毕业季调研分析报告显示呢，愿意加班的00后仍然占据多数，比例呢高达88.1%。其中29.1%的毕业生认为加班可以多学点东西，那40.5%认为有利于个人的发展，20.6%呢因为热爱这份工作而加班。从加班原因上来看呢，00后似乎并不介意有价值的加班，而反抗的呢是无意义的延长工作时间，比如你占用员工私人时间来进行团建活动、非工作范围的任务等等，这些呢想要00后职场人配合，恐怕就要看他们的心情了吧。那00后有着不一样的职场观，成长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00后，他们获取信息呢更加的迅速多样，这也让他们的思维更加活跃，沟通的方式也更加的直接。根据 BOSS 直聘研究院发布的00后群体就业选择偏好调研报告，在00后最看重的职业价值排名中呢，除了薪酬福利以外，人际关系、个人成长、工作生活平衡以及兴趣爱好等都是00后比较关注的一个择业标准。对当下的00后而言，时代确实赋予了他们更多的底气，可以跳过人生中诸如养老、购房、婚恋等的关卡，让他们有勇气喊话职场。但是他们是否能否一直生猛下去，或许还得等个10后的崛起来给我们一个答案呢。央视网也曾发文表示，很多80后、90后职场人呢，也不是唯唯诺诺，只是更加温和、隐忍、理性了一些。也许再过个几年，这00后也有了更多的牵绊，就会有更深刻的体会了。那从00后选择的就业方式来看呢，他们确实是更敢于做自己的一代。但是无论对于工作的期许程度啊，还是新型灵活的就业方式啊，现在来看，谈00后整顿职场还是为时尚早。再等几年，看看职场的风气变化，或许能够更加看清00后们的价值和底色。好了，这里是罗群实验室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